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国际小提琴大赛总决赛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今晚音乐会的主持人，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王翠。Welcome to the Global Music Education League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Final Concert. I am the moderator tonight, Wang Cui,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首先，请允许我隆重介绍此次大赛的创办者和组织者，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小提琴大赛主席王黎光教授，大家欢迎。First of all,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the founder and organizer of this competition, Professor Wang Liguang, Chairman of the Global Music Education League and President of the Violin Competition. 接下来，让我为大家一一介绍此次大赛的评委会成员，他们是。Next, let me introduce to you the jury members for this competition. 大赛评委会主席。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等多项顶尖国际比赛金奖获得者，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斌教授。Professor 黄斌 Chair of the Jury, Chair of Orchestra Instrument Department at the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First Prize Winner of Paganini Violin Competition and World Renowned Violinist. 德国科伦伯格音乐学院艺术总监，魏玛李斯特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弗里德曼·艾奇霍恩。Friedman Eichhorn,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Kronberg Academy, Professor of Violin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z Liszt, Weimar. 斯特拉迪瓦里合奏团指挥兼独奏。慕尼黑合奏团洛伦茨纳斯图里卡赫兹考维奇 Lawrence Nasturica Hachkovici, soloist and conductor of the Stradivari Ensemble, leader of the Münchner Virtuosen. 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波兰彼得戈西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马留斯·帕提拉。Marius Patra, first prize winner of Paganini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professor of violin at the Music Academy of Bydgoszcz. 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和曼尼斯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露西·罗贝尔。Lucy Hobert, Professor of Violin at the 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and Manis School of Music. 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克利夫兰音乐学院原院长乔尔·斯米尔诺夫。Joel Smirnov, Professor of Violin at the Juilliard School of Music, former President of Cleveland Institute. 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克利夫兰音乐学院原院长，乔尔·斯米尔诺夫，谢谢您的到来。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中国的小提琴教授，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童卫东。Professor 童卫东 Chair of the Orchestra Instrument Department and Professor of Violin at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奥地利维也纳音乐学院和瑞士格桑高等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帕维尔·维尔尼科夫。Pavel Vernikov, Professor of Violin at the Vienna University and Lausanne University. 好，感谢各位评委为此次大赛评审工作的辛勤付出。Thank you to all the jury members for your hard work.
接下来请欣赏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国际小提琴大赛总决赛音乐会。 Next, please enjoy the Global Music Education League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Final Concert. 担任今晚音乐会协奏乐团的是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The Concerto Orchestra for tonight is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中国乐派交响乐团。Orchestra Academia China. 指挥特里斯坦·莱斯·谢尔曼。Conductor Tristan Rice Sherman. 有请。Please. 谢谢。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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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十五分钟。Intermission, 15 minutes. Thank you.
Thank you.
教育联盟国际小提琴大赛总决赛的音乐会到此结束。现在呢，评委们开始在音乐厅的后台的工作区进行最后的评审投票工作。稍后呢，我们将揭晓今晚的金银玉奖的获奖结果。那在这段时间里呢，我想请出我们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小提琴大赛主席王黎光教授，请他为大家介绍此次大赛的情况。掌声有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可能是刚才乐队一撤下来，大家有些误解了，实际这个大赛还没完。因为评委们要打分，这个打分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处理。那么就这段时间呢，怕大家寂寞，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和小提琴大赛的这个情况。这个如果还站着的观众朋友们能坐下来就更好。这个全球音乐教育联盟是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有过打造新闻宣传、音乐教育联盟以及其他人文交流平台的这样一个重要指示。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在2017年9月份就邀请了世界排名100强的音乐院校的校长们到北京来，我们展开了大概为期3天的高峰论坛。在这个高峰论坛上，大家对中国乐派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乐派建设呢，也给大家在这里做简要的介绍。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维也纳古典乐派对应于维也纳古典乐派对欧洲文明的贡献，我想我们中华文化应该从中国乐派建设来说推动我们的音乐文化建设。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所以西方的音乐家们对中国乐派的好奇，所以对中国乐派的一些期待，所以到中国来。我们在这几天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我们请他们看到了中国音乐学院，也包括我们中国的音乐学院的教学成果。这使得我们来访的150多个院校的校长和专家们充分了解到中国的艺术教育的情况。所以就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下，我就倡导了，能不能我们一起在艺术教育管理、人才联合培养以及学科发展方面，我们能够联手做一些事情。这个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我们各自的音乐学院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当时有30所院校积极响应，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成立了全球音乐教育联盟。现在呢，已经发展到91所世界一流大学，包括像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欧洲的西贝柳斯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皇家伯明翰音乐学院，包括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这个圣彼得堡里姆斯基科索科夫音乐学院等等。这些学校都是我们的联盟成员。实际我们今天来的很多音乐院校的听众，也有很多我们音乐界之外的朋友，所以呢，我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音乐学院的建设呀。如果在小提琴学科和钢琴学科上不能够达到世界一流的话，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这个标准就会有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全球教育联盟在联合人才培养、高峰论坛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当中，更注重国际的小提琴和钢琴的比赛。这个比赛的目的并不是评出谁胜谁负，更多的是什么呢？要激发全球的关于小提琴和钢琴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使得人才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有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之后，达到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标准和艺术质量。全球音乐教育联盟经北京市政府、外交部、教育部联合向国务院申请，
2021年经国务院批准批复注册在民政部的非政府非经营性的国际组织，上级单位是教育部，挂靠在我们北京的市教委，是这样一个有具有独立法人的国际组织。那么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呢，今后在明年推出国际这个钢琴比赛，我们在2019年已经举办了国际钢琴比赛，2020年启动小提琴比赛的时候，因为疫情来了，所以说呢3年的疫情就耽误了我们这个比赛。那么今年等于把小提琴比赛又正式启动了。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建立这样的赛事呢？因为今天介绍评委当中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评委首先是国际影响力、国际大奖获奖者、教育成果丰硕者，以这三个条件为基本。正是因为有很好的评委这个团队，他才会吸引世界上很多优秀的青年选手来参加比赛。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这个比赛啊，并不在于最后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如何，当然比赛它自然就有层次，但是更多的还是推进艺术教育，把全球的音乐人才，尤其是我们中国的音乐人才啊，能够推向世界啊，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传播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音乐学院呢，在2016年啊，获批了北京市教委的高精尖创新中心。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就是在这个中心孵化出来的一个国际组织。在这里我也特别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1964年，它是扎根中国大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一所学校。中国音乐学院在13-5和14-5初这样的一个时间确立了办学理念啊，明确了办学类型啊、办学方向和办学目标，实际基本上完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建设工作。那么在也就是在去年的12号，也去年的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新老院长的交接。这个我们迎来了一位很有才华又很年轻的新院长，我这个不再担任这个院长，我62岁了，所以呢从教学管理岗位上转到这个教学实践岗位。所以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全球音乐教育联盟携手中国音乐学院，将继续把我们的音乐教育和我们的赛事推广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就特意请来了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李新草，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上来为我们的大赛致辞。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个刚才我也坐在观众席啊，观众席这个观众非常多，但是现在我觉得是不是很多观众不太想不想知道比赛的结果嘛啊？那么在这儿，在我们的评委繁忙这个期间啊，跟大家聊两句。本来写了个稿子，我就不念了，好吧？今天也是我站在国家大剧院这个舞台上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面对我们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那么今天中国音乐学院和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一起在这里啊，为大家这个大家看到了我们的来自国际上的3位顶尖的选手，还有我们的优秀的乐团、优秀的指挥啊，为大家奉献了一场。我觉得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了，不仅仅是一场决赛了啊，同时给大家奉献上了一台啊完美的音乐会啊。在此呢，我也代表中国音乐学院全体师生们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那么在当今世界，我们的大赛这么多大赛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我们的全球
音乐教育联盟能组织这样的国际型的、国际级的、顶尖级的大赛，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音乐界确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一件大事。那么我想在我们的中国音乐发展的现在啊，现在蓬勃发展的啊当下，我们中国的音乐家啊，优秀的音乐家啊，在世界上啊展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优秀的情况下，无疑我们这个大赛是在给我们的音乐事业啊增光添彩。那么作为舞台上的我，也作为舞台上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像这样的大赛和像这样的规模的啊级别的音乐活动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的舞台上出现的越来越多，能够把我们更优秀的中国音乐家啊让世界认识，让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那么好，谢谢。在这里呢，我们现在呢是在等待着评委的啊这个最后的结果。我想呢，我们是不是在这里也可以互动一下？音乐比赛的名次，我想在每一位观众心中，或者是在每一位音乐家心中，都不会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因为音乐的审美，那么这么多年我在说，音乐有没有一标准答案？音乐欣赏有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可以说有。什么是有呢？就是美。但是审美，每一位观众的心里边，对同样一个音符、对同样一首乐曲的鉴赏又不一样。我经常在普及音乐会当中，会指挥我们的乐团为观众去带领观众去欣赏不同的音乐。有的时候我会向观众提问，我说观众们啊，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我说观众们听一下这一段音乐它讲的是什么。当观众们还不熟悉这段音乐的时候，什么样的答案都有，但是总体的音乐形象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对于音乐的表现，对于我们的选手的演奏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刚才给我一个手势说结果可能出来了，那么我想大家每一位观众心中都有自己一个答案，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好，谢谢。那个，请给我们那个志愿者一点时间，把凳子往这边搬一搬，一会儿要颁奖用，所以你们志愿者就是等一会儿。好，那个，我们这个环节啊，没想搞得那么像职业的主持人，搞得很矮板。实际我们的大赛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主办者来跟大家进行交流。这个刚才大家看到了，中国乐派交响乐团，也是在高精尖创新中心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孵化出来的。我们这次呢跟费城交响乐团的合作已经成为了我们业界较为影响的一种合作方式。大家都知道1973年的时候啊，因为尼克松访华，这带着费城交响乐团来，今年已经50周年了。费城交响乐团是一个非常有诚意，同时呢又热爱和平啊，这个努力为这个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这样一个乐团。所以呢今年我们19年钢琴比赛的时候，雅尼克带着费城交响乐团为钢琴比赛的决赛进行了协奏。在这里我特地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为赞赏这个费城交响乐团的，它的在哪个方面，一般是世界级的交响乐团不太容易为我们一般的赛事做协奏，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赛事都是年轻人来比赛，而年轻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意味着在一个赛事中他得了第一名了，他就一路顺利地成为艺术家了，也可能有很多偶然性。那么可能有的不一定得到一等奖的选手后来发展也很好。那么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这样一个乐团，对一个青年人进行支持就带着一定的冒险性。当然这里面虽然不绝对，但是一般的规律下，像这样的乐团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国际赛事当中。但是由于我们
和费城交响乐团的友谊，和费城交响乐团对文化交流的啊这种热情，所以我们促成了2019年钢琴的国际比赛，这就使得我们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形成了一个战略合作这样的一个形式。今年虽然由于疫情刚刚过后，还有很多条件上的约束，费城交响乐团没有整团的到中国来，但是依然呢没有影响到我们中国乐派交响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一起来合作。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个啊呈现的这一台啊音乐盛宴般的这样的一个啊协奏的晚会。那么现在呢，我想我就有请这个费城交响乐团的执行总裁，这个啊瑞恩德先生，哎，来跟大家啊这个讲几句话。Thank you. Thank you, Chairman Wang Ligang, for inviting members of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Global Music Education League Violin Competition with the Orchestra Academia China. 感谢王立光主席邀请费城交响乐团的成员与中国乐派交响乐团一起参加今天的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小提琴大赛。What a treat it has been to hear Chaowan Luo,Ellie Joy and Joshua Brown in their work this evening, along with conductor Tristan Reyes Sherman and a dozen Philadelphia Orchestra musicians. Let's give them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今晚我们聆听了罗超文、崔艾丽、约书亚·布朗与指挥家特里斯坦·莱斯希尔曼和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一起演奏，这真是一场盛宴，请再次把掌声献给他们。It was a great honor for the orchestra with our music and artistic director, Yannick Nezet-Séguin, to perform in the inaugural competition in 2019. And we are so pleased to be back here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with you again today to continue this partnership, which speaks to our mission to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musicians.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和艺术总监雅尼克先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2019年的首届比赛，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与大家再续合作，这也体现了我们激励下一代音乐家的使命。 Members of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are here in Beijing following a 2-week tour throughout France and Germany celebrating Rachmaninoff's150th birthday. Rachmaninoff wrote all of his final major orchestral works and concerti for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为了庆祝拉赫玛尼诺夫诞辰150周年，我们在来北京之前在法国和德国进行了为期2周的巡演。拉赫玛尼诺夫最后的最重要的管弦乐作品和协奏曲都是为费城交响乐团所创作的。And tonight we conclude a week of concerts and activities in Beijing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our first visit in 1973. 今晚我们将结束在北京为期一周的音乐会和活动，以纪念我们自1973年来首次访问北京50周年。Congratulations to everyone involved making this competition a tremendous success. Chairman Wang, China Conservatory President Li,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jury and its chair Bin Huang,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volunteers. 祝贺所有参加并使得本次大赛圆满成功的人，全球音乐教育联盟王立光主席、中国音乐学院李星草院长、大赛的组委会、评委会以及主席黄斌教授，所有的参赛选手和志愿者们。We have seen firsthand how your work is helping to nurture talented young artists. 我们亲眼见证了你们的工作如何帮助培养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们。This kind of collaboration through music.Is something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here in China since our very first visit in 1973, when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became the first American orchestra to tou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自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首次访华，成为第一个来华巡演的美国乐团，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音乐开展合作。It's remarkable that every time we visit, we hear from people who remember that inaugural trip and regard it as a symbol of deep musical friendship. This is a great source of pride for us.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每一次到访都会听到有人回忆起那次首演之旅，并将其视为深厚音乐友谊的象征，这让我们深感自豪。We believe that music can express thoughts and ideas that words alone cannot.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this ideal and to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music to find and create common ground. 我们相信音乐可以表达文字无法表达的思想和观点。我们致力于实现这一理想，利用音乐的力量寻找和创造共同点。To quote President Biden,in a letter sent to us last week, music has the unique ability to take us back to the most cherished times, places, and memories in our lives. But it also moves us forward, helping transcend language, overcome geography, and unite cultures and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引用拜登总统在致信中的话，音乐具有独特的力量，它能带我们回到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地点和记忆，它也能推动我们前进，帮助我们超越语言，克服地理障碍，团结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群体。A few nights ago, we also received a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 in which he said, "Music has the power to transcend borders, and culture can build bridges between hearts."而几天前，我们还收到了习主席的贺信，他在信中说，音乐具有超越国界的力量，文化可以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We are delighted to be here and to engage again i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through music and especially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Global Music Education League and Professor Wang.我们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里，通过音乐进行民心相通的交流，特别是与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和王立光教授合作。It's been our privilege to contribute in a meaningful way to US-China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on fo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nd we hope that our music maki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bridges between our people and cultures for another 50 years.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有幸以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促进了中美之间的理解和联系，希望在未来的50年中，我们的音乐创作将继续在两国人民和两国文化之间架起桥梁。Thank you, and hopefully we'll hear from our jury very soon. 谢谢大家。Thank you. 好，感谢各位领导的精彩致辞。那么，现在评委呢已经完成了最后的评审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完成了计分的统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请全体评委和三位选手上台。Thank you all. The jury has completed the final evaluation. I'd like to start by inviting all our jury members and the three finalists to the stage.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费城交响乐团指挥特里斯坦·莱斯希尔曼上台。Now let's welcome Tristan Rice Sherman, conductor of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好，
我们要揭晓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国际小提琴大赛预奖，并为选手颁奖。Tristan, 有请特里斯坦。Tristan will unveil the Jade Prize and present the award to the winner.It'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he third prize to Chaowen Luo. 非常荣幸将预奖颁给罗超文。好，感谢特里斯坦，祝贺获奖选手罗超文。Thank you, Tristan, and congratulations to 罗超文。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此次大赛评委会主席黄斌教授上台。 Now let's welcome Professor 黄斌 Chair of the Competition Jury 揭晓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国际小提琴大赛的银奖，并为选手颁奖。 To unveil the silver prize and present the award to the winner.银奖获得者 Ali Choi. The silver prize winner Ali Choi. 好，感谢黄斌教授，祝贺获奖选手崔爱丽。Thank you, Professor Huang Bing, and congratulations to Ali Choi.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大赛主席王黎光教授上台。Now let's welcome Professor Wang Liguang, Chairman of the Global Music Education League and President of the Violin Competition. 揭晓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并为选手颁奖。To unveil the gold prize and present the award to the winner. 这个奖也没悬念，所以。那我也要念一下啊，获奖者第一名，约亚舒·布朗。The gold prize goes to Joshua Brown. 选手和评委照相，所以现在呢，再一次向大家表示欢迎。今天来的都是亲朋好友，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的朋友。现在我宣布，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小提琴国际比赛闭幕。谢谢大家。Thank you all very much. Now I'd like to annou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Global Music Education League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Thank you. 请有关。组委会的朋友们，等观众离席以后，我们在舞台上留影合念。And I'd like to invite all the jury's contestants to stay after the audience left. We'll take a group photo.